边有人在接吻。这面是一个海滩，上面是个公园，这是两层。我是在这拍成人片的吗？这不太好吧，我这么拍。不拍他俩了，不拍他们两个了，因为这不是一个成人纪录片，这是一个我的旅游片，大家想看的话自己有机会过来再看吧。哎呀，这个他这个海滩弄的就很像德国的，就是说你不能够直，他没有海滩你知道吗，他就是修成了一个堤坝，这样的话你就只能是说这个相当于是在这个岸边坐着，然后你想下去游泳的话呢可能就麻烦一点，因为我没看到人在这下去游泳，这都锁上了，这是坐船的，你看着吗，不是下去游泳的。